在我用了过后啦，我会感觉到它比一般上我在 pharmacy 买的那些产品的那种效果，给康复速度啦来得更好，很明显有就是改善这样子啊。我姓陈呐，说我名字叫建龙，我今年36岁，我从事安老院都有6年的时间了。如果你要以这6年来统计，肯定是超过200个老人。糖尿病的啊，这个应该是要跟他们的饮食就是有关系，但是现在的人都是无糖不欢，就是要吃什么都是要偏重口味的啊。通常的来的辣，一般上都会有辣。以前我有试过一个老人，他就送进来我们安老院，他有糖尿病，而且是蛮严重一些的，然后他还有肺积水，说他的脚肿，然后又发黑又出水。我们要处理那个老人呢，是一个非常吃力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冲凉的时候，他的脚还不可以掂到水，一旦掂到水呢，就会开始溃烂。说溃烂的话，你那个问题就会接着来了。一般的复原期通常是啦，我们的做法啦哈，我有试过顾客啊，在就是我们的细心照顾之下啦，一个月内啦会有看到明显的改变啦。那个一个像那个产品真的是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，以我以往所看到的啦，是真的很不错，而且它康复得很快。开始我也是抱着怀疑的这个态度去看。可是我看 Madam 用了过后啊，Madam 用有跟我讲，她用了2、3天的时候，看到她的伤口，基本上会比她用一般上的药膏来得快。她康复啊，而且她喷的时候不是，她洁癖的时候也是很快，伤口复原也是很快。说大致上来讲是很满意一下啦，再加上我本身也是有试用，啊，也是有看到这样的效果。有看到不会，就是你喷了不会让你一直会有感觉要去抓痒这样子，比起一般上的药膏啦会好用很多。